因为最主要是栋梁，当然唱歌对你而言也是你非常熟悉的一块，这当然是你的一开头。对对，当然戏剧方面会一定需要很多时间去琢磨戏剧，当然还是不忘你在音乐上这部分做表达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一次，不要吓他了。这一次真的今天很开心，开戏都会有机会比如说选三人生在、啊、那这一次人生在更特别的就是是有一些思考的东西、哦、那我觉得情花开对我来说就非常的特别。对对对对，我很怀疑你并不知道很多编舞在里面吗？编舞应该会有那个春天跳舞的圈吧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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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很开心，就是其实像微笑帕塔的时候，有一首《北极星的眼泪》是。那像这一次，其实我自己有一首非常喜欢的情歌，在里面叫《不甘示弱》，所以待会会唱的《情花开》是。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要。要啊！来，《情花开》待会你们唱给他听嘛。而且听说你们有一段话送给人家。给你们机会了，给你们十秒钟了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好，那这个感觉。